早前 Fingbig Cos Fingbig Kiss 举办一年几日的大型活动，策动爱 Big Big Wiki Fing Day， 鼓励小朋友捐出一份圣诞礼物送给基层家庭的小朋友，分享节日的喜悦。一众艺人包括吴若希姐姐、农夫和迪尔大哥哥等等都有来支持的。经过简单而隆重的捐赠仪式，碧碧爱心号正式启动，将大家的礼物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手上。我觉得教小朋友学识分享是由生活的细节开始的。咁我咧都好想带我小朋友咧嚟呢一度咧，睇下究竟送玩具俾人嘅时候咧，人哋接收到嘅时候好开心嗰种感觉。哇！今个圣诞真系特别难忘咧，今年就可以嚟到呢个冰壁嘅 Regifting Day。哇！你好嘢背得好，唔係因為啱啱有一睇到嗰度，冇錯。咁我覺得即係今年先叫做第一次過一個有意義嘅聖誕咯。嚟捐禮物嘅小朋友非常踴躍，你睇下啲禮物多到成架碧碧愛心號都裝唔曬啊！捐完禮物仲有機會同大明星合照，唔知係咪因為啱啱做完善事咧？佢哋個個都笑得特別甜啊！活动除了捐赠礼物之外，还有不同的创意 workshop 给小朋友参与，好玩又有意义啊！当然不少得受家长欢迎的 Kids Talk 啊，一班艺人和教育导师 Holly 探讨什么是同理心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试过捐礼物呢？其实咧，圣诞节周不时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公仔啊，咁有阵时咧摆喺屋企咧都玩唔晒嘅。咁好多时候我就会将嗰啲背囊咧，就会捐出去俾另外一啲基层啲嘅小朋友去用嘅。我将我唔需要嘅嘢可以送俾一啲需要嘅人用。咧，我哋今日咧亦都挑选咗其中一份礼物，就系我哋手上面而家揸住呢一份咧，一阵间咧就会送去碧碧爱心号嗰度咧，希望可以将呢一份爱心咧可以俾其他嘅朋友噶。今年的活动虽然已经圆满结束，但是爱分享的精神会一直延续下去。我们下年再见，下年见。